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.有人让我反省自己，可我日三省吾身，发现错不在。有人说我大魔王，可我不管真阴两秒的情人节。用喷子远方来避嫌，哭着停止劳动进午夜。但恩他的地方空乏，其实幸福那些所谓，让我变成失败，最后再去治别的缘。这个煮鸡蛋怎么卖啊？煮鸡蛋啊，1.5块一个，3块钱两个，10块钱六个。等你1块钱。哎，那麻烦您给我拿三个。小本钱，概不奢侈。在下先失陪听君一席话，浪费了我宝贵的10分钟。彼此讨厌前边的人更多，保持距离这个决定还不错。如果你问我多远才足够，那么我会回答最好是阴阳相隔。我这一辈子谁也没求我，除了在座各位的心里沙漏，我本最擅长的就是欺人不强命。还有找到人际关系的 DNA。